看过戴安娜王妃、凯特王妃温情的生活照，你被谁感动到了？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全名戴安娜·弗兰西斯，大众称之为戴安娜王妃，她是英国贵族伯爵的女儿，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威廉王子、哈利王子的母亲。凯特王妃则出生于英国伯克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是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她温暖的微笑让大众倍感温馨。现在来一组戴安娜王妃、凯特王妃温情的生活照，你被谁感动到了？一、戴安娜王妃戴安娜是一位腼腆害羞的名媛，她于1977年参加一场派对，初识查尔斯王子，王子也喜欢这位有些可爱以及叛逆的名媛。戴安娜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由于家族几代与英王室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成为英王室王妃的不二人选。图为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坐在草地上的合影，这一刻极为的甜蜜。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结婚照，1981年7月29日，圣保罗大教堂。戴安娜带着甜美的笑容嫁给了查尔斯王子，她成为戴安娜王妃。当时她穿的婚纱长裙长达25英尺，是英国王室最长的婚纱，而且连小小的梨形珍珠耳环周围也摆放了50颗小钻石。她还戴着精致的皇冠，举手投足间尽显端庄秀雅。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也有过甜蜜的幸福时光，这从老照片可看出一二，两人的眼神交集，满满都是爱，温情的时刻感动着众人，也甜到戴安娜王妃的心坎上。戴安娜王妃自她嫁入英国王室那一刻起，她的人生注定不平凡，婚后更是随着查尔斯王子四处出访，她亲民的举动、亲切的话语以及天使般的笑容，无一例外地获得各地民众的爱戴与崇拜。她被誉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女人，也被认为有史以来最时髦的女性之一。戴安娜王妃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最甜蜜温馨的时刻要数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哈利王子如此深情回忆母亲戴安娜王妃，她是我们的母亲，现在还是我们的母亲。当然，身为儿子，我会说，她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她用爱浇灌我们，这是肯定的。二、凯特王妃，凯特王妃是戴安娜王妃的儿媳妇，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父亲迈克尔·米德尔顿是一名商人，靠经营邮购公司成为百万富翁，母亲卡罗尔先前是一名空姐，家庭的温馨令凯特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生活。他自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优异，精通音乐舞蹈，同时是运动全能。2011年4月29日，凯特带着幸福的微笑嫁给了现任英女王的孙子戴安娜王妃的儿子英国威廉王子。他在婚纱上缝了一条蓝色小蝴蝶结，显得精致又时尚。同样戴着皇冠，凯特王妃的婚纱也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婚纱之一。凯特王妃是一位平民王妃，她以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教养赢得了皇室成员的认可，又备受威廉王子的喜爱，两人婚后过得极为的幸福美满。从老照片可看出，这对夫妇的感情非常的好。凯特王妃自从嫁入了英国皇室，孩子是一个接一个是的生，先后迎来了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如今迎来了第三个孩子，可谓是幸福甜蜜。她亲切的笑容、亲民的姿态、平易近人的性格，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